哦，你们是从哪个学校啊？然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吗？首先是我们两个单声一点啊。合肥一中的学生，他是高一26班，我是高一27班。你叫什么？我叫郑奇。我叫李晨阳。好。首先使用首先这个感觉这个项目首先很好，就是可以给我们和国外这个学生一个交流的平台，然后就是可以互相了解对方的文化，可以学习语言，反正觉得这个平台很好。那里面的其他的活动你觉得怎么样？首先它的活动方式还是比较多样化的，它，基本上来说，我们如果说上去的话，是有事可做，而且它对于这个学习英语的这个语言水平还是有所提高的，但是它还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它速度实在太慢，这个在国内上的话，它速度大概一般来说单个页面打开时间大概3到5分钟左右，非常慢。然后有些它的页面的设计，还有一些它的就是软件方面的一些东西，也是有一些问题，有时候会出一点小错误。就是感觉界面上就是跟我们平时上的网页就是不跟我们习惯好像不怎么样，就是功能不够全面嘛，你说那个软件的界面还是就是界面，界面，是因为它的功能太多，有点混淆还是怎么样？确实有一点，界面设计确实有点杂乱，而且它在有时候它的那个格式会出现一些错误，而且对一些其他的，包括它那个插件，就是它的一些插件支持也不是非常完善。软件方面主要就是这些，还有就是它推广的时候，它对于就是学生的吸引力不是非常强。他因为我们班同学他对于这方面参与热情也不是非常高。还有就是感觉那些图标比较小，然后就是不容易辨认。还有就是一些互动性、娱乐性可能太强了。那如果你们要给我们一点的建议呢？你们觉得我们这个 project 这个项目里面可以怎么去修改啊，然后让它变成更好呢？就是他就是可以交流的更多，就像那种 BBS 一样的，就是可以就是当面和外国学生进行交流。就是 video conferencing 你的意思？还有就是鼓励去，主要就是鼓励学生去互相交流，这个是现在大部分学生都是在去编辑自己国家自己学校里面，而并没有去过多关注其他学校的网页这些去上去仔细看。一般来说这个方面还是要去鼓励学生与其他学生交流，而包括不一定在线上都是一定要在这个平台上去交流的，也有可能去在线下写一些信这些也是可以的，好。但是现在互相了解还比较少。好。还有其他的意见吗？大概就是这些。好，谢谢大家。